这边的话呢，是一个泥滩，这里头肯定蚬子特别多，但是最美的风景呢是在这个海上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边的话呢，这个叫做 Kamaki 啊，不是 Ka 啊，叫 Kakmak State Park。那么你从这地方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冰川，然后绵延的群山。这都是绵延的群山。那个远处那一部分的话呢，那海平面那部分呢，就是我们住的 Homer Split。太美了！这是一个长长的峡湾，就像一个风景画一样。